我叫陆苗，今天是我高中开学的第一天，我要竭尽全力地躲开一个人。他是我邻居，我发小，也是从小就掩盖我光芒的那一抹乌云，江皓月。从他出现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被迫一直叫他哥。我们吃同样的饭，喝同样的水，就连上学都要坐同一班公交车，可是大家只看得见优秀的他。和他相处了这么多年，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月朗星稀。所以我决定，我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是他妹，因为有他在的地方，我总会沦落为暗淡无光的工具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创造我自己的存在，我不要再被叫做江皓月的妹妹。车到了啊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当心点儿！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没事。会迷上了攀岩，所以我今天来提前攀墙体验一下。奥运会可还没有攀岩。那你放我下来先。哎，不是你，哎，你快放我下来！为什么躲我？我不想在高中又被叫做江皓月的妹妹，我想要呼吸到属于我陆苗自己的空气。行，那我就去上一站等车。这么好说话？别把你养这么大，不能用手拿，小屁孩，别跟我斗。
也能遇见你。你要是能省去搬砖的时间，就不会遇见了。哎呀，还是你坐吧。坐着。你要干嘛？赶紧把那砖头收起来。这个现在还不能用，这一张胶卷可贵了，我要把它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什么是更有意义的事情？比如新生致辞，你不是要上台发言吗？我在那个时候给你拍怎么样？算了吧。你这一次不会还跟以前一样吧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照着模板念多无聊啊！要不这一次我给你改两句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改？我记得你那个稿子最后一句是那个新的历程，希望你们朝着新的目标努力。对对对，我就把它改成过去的一切都没有意义，那些你看不顺眼的命运从现在开始不要接受，怎么样？30秒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开学快乐。哦，你也是啊。保持距离，装作不认识。